我死了。弓箭呢？那个 B209，他绕过来打我，就他是好人。他是好人。大家不要乱玩吧！他是好人，所以他刚打。打死他了，他还绕过来打我哎！所以他是好人哦。他乱玩的好人，混乱好人，好吧。脑子不知道为什么被僵尸咬到的好人。刚刚谁射箭？应该是在上面哦，上面。帮我们眺望，我是眺望者。没有个天眼兵在，这场娇娇居然能够当上侦探，所以世界又大乱。侦探呢？世界大乱，大家这个敌我不分，无法感知谁是好人，因为坏人当上侦探。哎，为什么会有弓箭声？哦，有人在发气，有人在射箭，他在玩箭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有两个人互打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来，可是这个是好人。THE The Last Four， 你要不要杀他看看？你就杀看看吗？他把另一个人干掉了。你验那个尸体 ，THE 杀他，他把好人杀死了，他逃走了，真的？是他吗？他我刚刚验出是好人呢，他没道理要杀好人呢。你看，哦，好混乱世界，混乱世界又是混乱的哦，怎么大家一直在狂打？你们都是好人，混乱世界了，好人都混乱了，你给我检测过了。好人都混乱了，这游戏坏掉了。打有人直接打你 ADA， 那个一定是坏人。那一定是坏人，他用命换你。然后从哪里跑出来的？不知道。这里他是从外面直接进来，然后直接把你杀了。我懂。我根本不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大家都检验到他。有 ADAN Adam。他直接这个坏人直接过来换你，我觉得他是值得的，因为你是剩下的好人，其他人都已经混乱了。我都没有打别人的呢，原来我是这里突兀的那个。这个世界又混乱了。哦，他们说很卡哎。很卡，对啊，因为我的ping掉下来了，只能请大家见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掉，可能因为这世界混乱了。就说请大家乖乖吧，不乖乖，伺服器哭哭卡卡了。怎么一直跟着这个？对啊，我们装屁可爱。稍等一下，看看伺服器会不会回来。你就是你害的。就是你，你为什么可以当好人？下一场就让我当个坏人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不当坏人，这个哇、哦，这个伺服器整个连我现在 OBS 整个爆炸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叫爆炸吗？就是 boom boom 爆炸。哦、好，我知道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我这边聘了这个所有的 server， 对，现在退取所有的这个伺服器，都是卡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没有，我们不会换别的伺服器，因为全部都是卡的。全部哦，好猛哦！全部都是卡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问我为什么会卡，可能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混乱。我也没办法。来，再看一下。再骗他卡。懂之。那只好看一下聊天室。有啊，这个卡其实影格没有丢失，他们只是画面可能都在 loading 吧。哦、oh. ，对，因为为什么会 loading 呢？因为退取卡，退取为什么会卡呢？关我屁事啊！我的直接显示现在没开台。退取为什么会卡？关我屁事啊！问他们啊，问也无奈啊。所有的 server 我刚ping全部都在卡。全部都破百，我玩游戏很顺，这就代表真的是不是我的问题，退取的问题，我们只能相信祈求它会顺一点，用相信的力量，希望它会顺。有人说没有在卡是不是？有吗？有吗？还有吗？
我这边的 OBS 告诉你们，哎，还会卡，哎。哦，好吧。哎，好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玩啦。悄悄可以重开吗？重开也是卡，因为 server 都在卡，这不是重开不重开的问题呀、啊。他们听不到，有些人听不到讲话了。对，有人说巧巧是客家人吗？感觉有个腔调。不是啊，我是那个，我是这里人啊。他是思密达。我是内地人，内地来的。南投吗？哎呀，现在 server 的ping 值，哎，告诉你们，这个新加坡ping 是147。哎，什么叫做ping比较顺呢？60是顺的，哎，所以147代表比平常两倍多卡。比平常两倍多卡，没错没错没错啊！有些实况主呢喜欢用美西啊，现在的美西的ping值是223，哎，所以是比平常的这个将近四倍多卡，哎。噔噔噔噔了，嗯，好了，我们直接进游戏里。广东人，对，告诉你们，卡卡的，说不定大家反而乖乖的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哎，我不知道游戏区在哪里，我们已经大家都在乱跑，游戏告示板在哪里？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到了吗？找到了 ，Go Go Go， 卡卡，弄卡卡，弄卡卡，有新房间。希望这个房间带给我们顺顺 rain rain 的 room 有啊，偶尔还是卡。对啊，这个如果有好的 server， 那我当然会选择重开。但是现在是所有的 server 都不好，那卡卡的就只能卡啦。嗯，卡了吧？卡了。你知道骷髅头的声音是什么吗？卡了。骷髅弓箭手。天哪！你那看起来像是吃东西噎到的声音。僵尸的声音，小僵尸的声音。是喝水呛到啊。好，开始。欸，空岛酷啊。有人说是不是人太多？不是、是这个总统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个川，不是，我是说美国，欸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个退许在卡。讲太多了吧。哦，感谢 Madam Butterfly 五订阅2个月。你刚才在讲话吗？你刚才在讲人话吗？刚才在讲人话啊！哇塞，你在讲鬼话哎！哇，呛成这样啊，史密达！这一关，我好不容易坚持了30分钟没有讲哎。哼，史密达！好啦，我告诉你，这关。我厉害的，我已经可以感受到一股力量在我的身上爆发。但是这里聚集了很多人，他们都想要争夺铁剑。等一下我一争夺到，我就马上跑走。哎，没拿到铁剑。真可怜，而且拿铁剑的人杀我，他是坏人，要他替我抱走。哎呦，我才不要嘞！哎，我一下就挂了。那个拿铁剑的很坏，好，你要小心哦。好啦，你要小心。我尽量。我好难过，一下子都死掉了。前车站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？超级，你死了哦！我已经死了，好快啊！我去抢铁剑呢，人家拿到铁剑，他就直接打我，我就死掉了。永除后患。他们拿到铁剑就想要厮杀，
然后我想说，如果我可以打死他，那我可以拿到铁剑。结果太天真了，你要也小是心蛮天哦，我真感的。觉你附近会有坏人哦。你走这种地方，如果遇到坏人，你不就完蛋了？你为什么要当边没缘人？办法逃你欸，是不是坏人？不是坏人怎么会躲在这里啦？那你往下走啊。不要，我在找检测站。有啊，下面有那个东西可以拿啦。哎，有人在哦，射你，有人在射你，有人在射你，有坏人在射你。哎，你小心你啊！哎，他为什么要射你？他是坏人吗？他是好人。他是好人，你看，这是印证，大家都说一看到我就去杀我，混个我是好人719，呢、欸。他是混乱好人。我是好人呢、欸。我知道你是好人啊，因为我看得出来啊，因为我是那坏看得出人来，啊。简单，你是坏人、喔，我跟你讲，一开始我去抢那个，他有个地方有铁剑，可是那个铁剑是就是游戏开始知道好人坏人才会出现的。然后我抢输，然后我一回头看，抢到的人是一个好人，我想说他们也要打我，那我想说如果我先打他，有机会把他打死，结果我就打输了，时间打不赢铁剑，都要这霸样打你气。铁剑了。哎，这样太快啦！再一次啊，不服输啊！只要我是好人，都死得特别快欸，你哎，好故意对，哦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有违常理，难怪退学会卡。为什么退学会卡？因为娇娇当好人。好啦，说为哎什么呦，大家都在乱打人？因为娇娇当好人。不是陆克不那来了，一是场。娇娇当好人。一堆人说，我玩这个就要先杀我，这是完全印证欸，我明明就是好人，三场都是好人了，没有，所以天下大乱啊！世界要毁灭了。世界要毁灭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娇娇当好人。阿奇，有人说刚刚我要打他，也要从背后打，不是，是我想说这个正面碰撞，这才是符合我这个男子汉的 feel 啊！违反自然法则。太霸气了！我难得当坏人，你知道那个场是我的 main 场，我之前当坏人在那个场就赢了。我咋不当坏人都会输诶、对啊，因为你是坏人啊。欸？惨惨惨！这还用说？来了这一场，大家，娇娇是坏人。还没开始，好不好？大家听我说。娇娇是坏人，bad 娇娇，娇娇 so bad，准备喽！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是因为我当坏人吗？世界不和平啊，啊，世界有够混乱的啊！他们说世界和平是因为我当坏人。来来来，我直接就感觉我旁边就是坏人，一定要逃去一个好地方。还这一有，场哇，我比较想要少拿在玩。剑，你要拿剑干嘛？耍剑呐、如啊！还有果跟你是的好朋人，为什么要拿武器？为什耍么不剑，拿武器？你是不是坏人？坏我人是才要在耍防剑，卫下吗？坏人最爱耍剑了。你还耍剑呢、欸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跟你讲，这里超多人，这里一定会有坏人出现。时间要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坏人要我来拿了，最后一坏人个。要来了。终于哎，拿我到是了，侦探哦，你给我尊重我哦，是好人，然后我先去检测站。我是侦探哦，这我是好人哦，没有打我的理由，我是好人，也没有打我的理由，拜托。好人谁知道？哎，有看到 M1 什么的，是坏人，他直接打我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哎呦，他死，哎，他死吗？是那个人死吗？不太确定，我是好人。是 W 哦。OK，哇，你看看，坏人想要直接打我，我可是有队友保护的，这是好人吗？你是好人吗？哎，是那个人吗？是那个人啊，吗？来不及，长得很像哦。怎么有人在射箭？
感觉好像那个，哎，有有，改名。我有，你收着，你收着，有人要上来，有人上来哦，怪怪的哦，为什么有人被我们阻止？有人怪怪的哦，我总觉得刚刚像这个 AXC 的人，我要在这里看一下，还是就是死掉的 WE 啊，我是好人啦，不要看我，你怪怪的，你怪怪的。